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今天的妆容呢？就我知道我这个眼妆真的不是我平常会画的眼妆，我平常都是画什么大地色啊，然后就比较安全牌的红色或者是橘色这一系列的，然后再一个比较冷色调的黑色灰色的感觉是我第一次画，我自己觉得挑战成功了，因为看起来就我自己觉得跟大地色比起来就是看起来更加有个性，而且就是眼睛真的放大效果，眼睛变得很大，就是很深邃的感觉。然后这一系列呢，就是我想要说一下这个眼影呢，它的包装真的非常的美，超美超精致，就包装绝对是100分，没有话说。然后打开来看呢，你看这个他们家的眼影，这一次的就是黑灰色，就是深灰甚至到快要到黑色，然后中间这个是灰色渐层色，这个是浅蓝跟粉红色。然后这一系列的眼影的优点就是它的粉质很细，就是你一摸你直接就是这样试在手上，你就可以感觉到眼影的粉质超细，就是没有话讲，超强。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颜色的眼妆真的是需要练习的，我练习了几次才画到今天这个样子，可我自己很满意，因为我觉得就有一点不一样吧，就是比较每次都是大地色嘛，就是这样子，我自己还蛮喜欢的。为了这个包装，我愿意练习我的眼妆技巧。好，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一定要说一下他们的这个肌肤之钥的气垫粉饼，很好用。我先说一下重点，就是最强最强大的优点就是它的粉质很好，很细致，妆感是就是你这样拍拍拍拍到脸上，你会觉得哇，你的皮肤变得非常的好，非常的自然，就是整个 level 上升。而且它的妆感呢不会很强，因为比如说它遮瑕力如果很好的话，你可能擦起来会觉得哦，你很像面具妆啊，因为那个妆感太明显了。可是它的妆感就是非常的精致，很像是你的天生的皮肤就这么好。可是它的遮瑕力呢并没有到非常的高，我觉得它遮瑕力大概6-7成左右。可是且慢，就是其实这个气垫呢，我有试擦在我的朋友的身上，因为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出去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你的脸就是到底是用什么底妆啊？我说哦，我用这个，然后我就直接，他就说他也要用用看，我就直接拍他脸上，然后他是属于那种脸的瑕疵比较多一点点的人，然后他的脸甚至还会有一点凹凸不平，这样可能以前长痘痘挤痘痘，所以会凹凸不平。然后他平常选择的都是一些遮瑕力比较高的粉底，因为他想说他瑕疵那么多嘛，所以就用那个遮瑕力比较高的。可是没想到他用了肌肤之钥以后，哇，就我也惊讶了，就原来不一定要选遮瑕力高的粉底才可以有很好的就是妆感，因为就即使你的脸上还透出一点点小瑕疵，可是这个拍上去真的就变成你的皮肤看起来变得超好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粉饼最厉害的地方。所以这个呢，重点就是妆感超精致，然后也很适合瑕疵多瑕疵少的人的皮肤都非常的适合。然后它因为比较保湿的关系呢，所以我觉得它比较适合秋冬的天气。好，那最后呢就是我嘴巴上的这个口红，这个唇膏我也超喜欢，它是比较像是雾面的，先给你们看一下。除了它的包装很美以外，你看包装很美，美到没话说，而且是限量版的。然后这两个颜色呢就是有一种蹦出新滋味，就是这个颜色擦上去就是很有气质的裸色，可是我中间在叠擦这个有点桃红色以后又变得就是变得比较粉红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，他们两个叠在一起，就是我嘴巴上这样子，我自己觉得蛮好看的，所以我也非常的喜欢这两个，就是包装好，然后质感也好，它是属于雾面的口红，而且不会干，非常的厉害，就是擦起来很丝滑。来，我来放在手上给你们看，就有一种很丝滑的奶油感，可是它又是雾面的，你看。就是颜色非常的均匀雾面，然后又不会干，这个是它的优点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影片咯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如果有喜欢这一系列的包装的人，这个还有这个
记者去抢，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适合当收藏品，太美了。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今天这个眼妆的，希望你们也会喜欢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